用手榴弹对付他们，别跟他们对射，听见没有？是、啊。老船长，电报失炸了，车长官就牺牲在外面。哪儿呢？跨过三个院子就是。跟我走，走。なぜ戻ってきた？大将、将軍に救助され宮崎急大将が亡くなりました。すぐに隊を引き入れよう。集合。中国軍はすでに力尽きている。新四軍、中央軍に関わらず必ず奴らを叩き潰せ。必要な時は本隊長が自ら隊を引いて叩き潰す。大日本帝国は無敵だ。助け！機関射撃！去看看有没有团长。还有没有活的了？小心，慢点，密码本掩护我，冲过去。是、啊、不要说不该说的话，回去，回去。师傅，咱们看看有没有身上的伤员，咱们把他藏起来吧。长官，你回来吧。军分区方司令员，净水独立团于今日十六时完成突围作战，净水独立团阵亡169人，歼敌超过300人，一团伤亡17人。我团邢洪开政委遇敌机轰炸，不幸牺牲，净水独立团团长车道宽目前下落不明。
我团现在姚家岭一带布防待命，随时准备给入侵根据地的日伪军队以坚决的打击。纵观静水之战，我新四军独立团面对强敌表现出超乎想象的顽强，不顾牺牲，拼死作战，重挫敌人，表现出了新四军战士英勇对敌的精神。我们将悉心维护之，使之成为新四军的坚强部队。一团团长曹猛，政治部主任王子烈。你们团长呢？看见你们团长了吗？看见佘道宽了吗？看见你们团长了吗？看见佘道宽了吗？啊？没看见我们团长。报告团长。一团曹猛、王子烈，部队就地休整，速派得力人员查找佘道宽的下落。事关重大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望你们立即执行。方兆武。你们都是我团优秀的侦察员，我不用多嘱咐啊。佘道宽有可能受伤，也有可能牺牲，但最后他就在静水县城内。记住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这是行政会的遗物，遗体已经掩埋了，我们在他坟头上做了个记号。这些东西都保存好，等赶走了鬼子，一定要给老邢立块碑。报告，司令员来电，速报佘道宽的情况。若佘道宽被困在静水县城，部队马上做好进攻县城的准备。怎么办？我们的侦察员还没有回来，这时候一定要如实汇报。老王，咱们分两边走，我去叫部队准备，一旦有佘道宽的消息就去接应。你赶快调查独立团的人，问他们佘道宽的情况，是死是活一定要弄清楚。绝对没有，如果老车在，我能认不出来吗？会不会压在别人下面的？绝对不可能，我是一个一个翻的。报告王主任，人来了。哟，总参谋长，这么晚了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，王主任。哎，你说车道宽牺牲了，是你亲眼看见的？没错，我是亲眼看到车长官中枪倒在地上。倒在地上就说明这个人死了吗？郭营长，受伤能不能倒在地上？老车这个人你是了解的，即便他是真的受伤了，他也一定会爬起来继续作战的。可我去你说的那个地方找了，根本就没有老车的影子。我离开那儿到你们去那儿中间是有时间间隔的，战斗那么激烈，什么事情不会发生？哎，会不会躲在老乡家里去？就有可能。老车但凡有一口气儿都会向鬼子开枪的。出什么事了？喂，曹团长呢？还掉下来！哎，你真的看清楚了吗？没看错，城墙上挂着两个人头，我仔细看了，就是他们俩。到底是怎么暴露的？不知道，告示上就写着处决奸细两名。
弄清楚原因之前，你们特务连暂时停止对净水县城内的侦查，但要加强对净水县敌人的监视。是。为什么不再派人去？方司令那里还等我们的结果呢。原因弄清楚之前，不能去。你想，如果车道宽还活着，他一定会在净水县城内。如果我们派去的人再被鬼子发现，引起鬼子的怀疑，一定会来个全城大搜查。那，车道宽就太危险了。那先问问郭世文吧，毕竟是他最后一个离开战场的。真的没有，凡是在地上的人我都看了。王主任，你要是不信我，你可以问问我身边的战士，他们都在现场。我相信。我也希望车道宽能够尽早的归队，但我们也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。王主任，我希望尽快找到老车的下落。独立团战士思想浮动很大，我快压不住了。再次把你请来也是不得已，我们派出去的侦查员牺牲了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但我们又必须弄清楚车道宽的情况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请你不要误解，我需要知道全部情况了，越细致越好。坐吧。请你尽管把知道的都说出来，哪怕是当时你看错了都没有关系，因为那场战斗的惨烈状况大家都知道。王长官，我说谎了。左参谋长，请你把知道的尽管全都讲出来。我是受组织上委派来协助调查这件事，希望你好好配合。是。车长官的确是在净水县城失守以后死了。你刚才说了，你说谎了。我知道，王长官。如果我把事实说出来，可能会吓您一跳。车长官，他并不是英勇的牺牲在和日军的激烈交火中。他的死甚至连一般的阵亡都算不上。周参谋长，这次谈话很严肃。我明白，城门失守以后，独立团全体打巷战，所有的军官都带着士兵拼命，车道官身边的士兵全都战死了，就剩下我紧紧地跟随着他，寸步不离。在我们路过电报房的时候，电报房爆炸了。车团长泪流满面，然后举枪自杀了，就打在胸口上。我甚至都来不及拉他。我一向佩服车长官，包括他的死。要不是今天你非逼着我把事实说出来，我是绝对不会说的。以你的判断，车道宽自杀会不会打偏？绝无可能。就打在胸口上，
就这么近，血和枪眼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开始之所以没有把车长官自杀的事说出来，是因为我怕说出来会影响战士们的斗志。我认为车长官的牺牲应该符合战士们对英雄的想象。今天你谈的话不许对任何人外传，请你写份书面材料，必须确凿无疑。曾副探长，伤好点吗？有车长官的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部队丢了自己的长官，这是很丢人的事儿。要按古时军法，独立团斩全队。曾副探长，不瞒你说，现在说车道宽的死活的都有。团长，你放心。车长官一定活着。为什么？我从没见过像车长官这么能打的人，这是成为战争幸存者的唯一条件。问白小玲。好。有些事情我必须代表组织来问你。是车道宽吗？你见到车道宽最后一面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，人上吗？王主任，车道宽找到了吗？就是因为生死不明，才必须。和车道宽见的最后一面，我是听见他在喊我。白小玲，你是个好同志。我想知道你和车道宽最后的见面。王主任，你是我们俩算恋人吗？你们是恋人？你们怎么没有向组织汇报呢？车道宽没有跟我说过。他抱过我，算恋人吗？他真的抱你了吗？什么时候？现在我知道是车道宽在白小玲的电台上绑了手榴弹，他俩坚定了必死的决心。我倒是相信左卫根说的话了，殉情自杀也是有可能的。方司令来电了，查出车道宽的下落。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。卧底。卧底？白小玲跟我说过，车道宽正在甄别净水独立团里的卧底。哦，老辛跟我分手的时候倒说了一句，卧底夹在这样的队伍中混进来，这主意可真高。这种事就是豆腐掉在灰堆里，让你吹不得也打不得。哪方面的卧底？日本人？汪伟的？
还是国民党顽固派的。也许只有车德宽知道吧。新四军不愿意接受车道宽是自杀的这个说法。按照他们的做法，自杀是不会开追悼会的。即便是开了追悼会，自杀的说法传扬开也会造成独立团的混乱。当兵的把车道宽当神看，听到这个车道宽死了，这个神就碎了一半。再听听他的死法，这个神就全完了。独立团这种部队没有车道宽就是一盘散沙，是什么胶都粘不起来的散沙。团长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吗？早上半夜你嚎什么嚎啊？车长官是大富大贵的人，不能有事儿。这算什么呀？还主力呢，连个消息都打听不到。团长不在，也不知道会来什么样的长官。以后这日子可就不好说了，自求多福吧。行了，别哭了，睡，都睡，回去睡觉。给独立团的干部全都在这儿了，跟方司令发过去，请军区特工部调查这些人。连排长都算上了，也没凑上十个。我实数查出一个，也许就能找到突破口。我现在真想好好审审那个左玉坤，可是又没有一点其他消息，就这样看着他在那自说自话，你又没有办法。只要找到车德宽，我马上就把左玉坤看起来。哎，你说放在眼前的突破口又用不上，哼，真是窝囊透了。独立团不简单，真是不简单。团一级的就有左玉坤、曾诚，请敌工部重点调查。车大宽的尸体为什么郭世文就找不到呢？会不会是国军抢走了？真是那样，车大宽就算是活着也会被枪毙。只要他们找不到车大宽的尸体，我就是安全的。你和车大宽接收净水独立团，和他们交往时间比较长，他们中间有没有可疑的人？人都有毛病，但是打仗都不含糊。那左玉坤呢？左玉坤打仗也不含糊。你不要只把眼光放在战斗上，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？这个左参谋长他们好像对参加新四军是挺积极的。你这话有点含糊。他们指的谁呀？以左玉坤为首。你能不能再具体点儿？他娘的，你们想干什么啊？左玉坤，都是你他娘的出的好主意，投奔新四军。这个曾诚和左玉坤是不是一伙的？这个曾诚他原先不是三一师一团的，他是后来的，他是给郑明仁送信来的。他好像跟郑明仁关系很好，在军官中只有他敢叫这个郑明仁名字。那郑明仁呢？郑明仁跟他也是称兄道弟的。左玉坤有没有很亲近的人呢？一营的军官，从营长到连排长都听左玉坤的。那一营的军官对曾诚的态度呢？曾诚是外来的，部队不大听他的。不是一回事儿。曾诚这个人怎么样？曾诚这个人很正直，有军事眼光，而且很勇敢。那他为什么要参加伪军呢？这个我倒是没跟他聊过。车道官没跟你说过？没有。好了，
今天的谈话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回去吧。是。这卧底的事儿是不是行政委通知佘道宽的？自从我们打下梅山镇之后，他带一部电台就走了，一定是从那以后。行政委牺牲了，这线全断了。佘道宽在甄别，还得要找到佘道宽。左玉坤怎么办？要不要派人盯着他？嗯。没希望了。我让左玉坤写材料了，毕竟是他亲眼目睹了佘道宽。哎，老曹，这情况怎么向上级报啊？这自杀和殉情可是两回事儿。自杀也是殉国，可左玉坤说的是殉情啊，老子就不信了。同志，你一定得帮我把这个投机贼给抓住了，太可恨了！我原来可是四肢下蛋的。这是童清廷干的，老葛啊。我看你就像偷鸡贼，你怎么这么多门道啊？啊，还同蜻蜓，你用过？偷着了吗？村里的鸡都被偷得差不多了，也就这家还剩几只。可惜啊，家里有狗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。同蜻蜓交出来，就当我没见过你。我没有。跑，跑远了我开枪。老总，有话好好说嘛！来来，抽根烟，抽。哦，哪个村的？大爷。老六的铜蜻蜓怎么在你手里啊？啊，大爷，是这么回事。毕大哥昨天晚上把脚给崴了，然后他让我给您送只鸡，给他抓点膏药。毕六叫什么？毕大哥大号上殿下臣呢。对，还上殿下臣呢，也就你们奉承他个偷鸡贼。告诉你，跟大混没出息，改天找我，带你去给皇军效力。是，我也不想跟着他混。去卖鸡买膏药吧。在这儿盯着啊。好，车长官。难得你有情有义啊，冒死进城来找车长官，就冲你这份情义，你就该大富大贵，公侯万代。老板，你看见我们车长官了？
黄靴子。黄靴子，车长官身上有两个血窟窿，两手拿着匣子枪，被军黄靴子抬走了，那匣子枪还没离手啊。穿的什么衣服？中国人还是日本人？我没看清啊。哎呀，什么人都不大紧，他这里往外冒血。哎，看见葛存金了吗？哎，看见葛存金了吗？没有。哎，郭连长，你找葛存金干嘛呀？干嘛？孙东头那家啊，狗被九馒头醉倒了，丢了两只鸡。葛存金说三天给我找个偷鸡贼，现在连影儿都没有。我看呐，这偷鸡贼就是他。老王，嗯，卓一坤的材料写得很详实，你怎么看？关键是车道宽为什么不见了呢？郭世文说得很详细，而且有战士作证，卓一坤说得对，他们在现场时间中间有个空隙，这个时间当中车道宽会跑到哪里去呢？我们应该抱有希望。这干什么呢？我去过净水县城了，跟白海玲说一声，车长官没了。葛东进，你不许造谣！为什么要信你？我凭什么要信你？你是个偷鸡贼！我再问你一次，你是不是在造谣？如果不是看在车长官面子上，我现在就揍死你！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俩别吵了。他就是在造谣！我和老车多少次从死人堆里杀出来的。郭世文，你回去安慰一下独立团的同志。葛存金，谢谢你，你提供的情况很重要。回去吧。这里是国军的医院，是我们把您从鬼子手里抢回来的。这
中国人，没错，抗日的中国人。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啊，一定要保证治疗。司令请放心吧，一定让他脱离危险。嗯，这个伤员叫什么名字？人昏过去了，正在救治。郝将军情况怎么样？哦，稳定了。司令请放心，我们保证他脱离危险。拜托你们了啊。车道宽的事查清了吧？报告，还没有。带我去见白小玲。是。白小玲啊，这几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也是看着你跟在车道宽的后边跑前跑后的。原谅我，你心中的悲痛我是能体会到的。我这里也痛，我没有办法来安慰你。语言这个东西在这个时候是无力的。我们现在要完成的就是车道宽未完成的事业。车道宽生前查到了一个事关江南新四军生死存亡的事儿，我们现在必须把这件事情弄清楚。车道宽发的最后一封电报是你发的吗？电文是十万火急，国民党方面派了十个卧底潜伏在独立团内部，现在独立团正在甄别。是我发的，是团部没有联系上。是军区的电台收到的。之后怎么样了？车道宽甄别的结果是什么？他查到谁是卧底了吗？那就是最后一封电报了，之后鬼子就攻进了县城。我听见鬼子喊叫，就拉了手榴弹。车道宽说什么了？白小玲，原谅我这么问你，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了。即使是车道宽说的只言片语，你只要想起来都要告诉我。司令员，我坚信车道宽没有死，他一定还在哪个地方。只要他活着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啊，是，我也是这么希望的。你说说理由吧。他会回来和我结婚的。我爱车道宽，他抱了我，他肯定会回来的。好好养伤吧。过不了一会儿，他就会醒过来了。好，我在这里等。总座要知道他的情况。坏了，他们一定会问我叫什么，我不能告诉他们。如果他们真的是在三十一团派卧底，一查我是新四军，我连跑回去的机会都没了。可说谁呢？我是石春上校军服被打伤的，这个名字应该是团一级的，
请告诉我你的姓名和职务。团副刘达。团副刘达，好好养伤。